基隆乡甲南内乡的露水溪边是军方炮兵的靶场。最近政府向请河川地的农民追缴使用费，引起农民不满，向立委柯斯伯陈情。因为追缴期限得不到，柯斯伯今日就伫桥边国小替农民争取权益。河川局人员会长就同意，五公顷以下以人头来计算使用费。五公顷以内，有一个人，有一笔地，啊，来有足侪存款，不能只投钱，有一个人，有一笔申请啊。哦，按这个听有无？按这个就收一条尔啦。这条咱先解决啦，好不好？哦。针对每公顷将近3000块的使用费，立委柯斯伯会长也承诺，会向军方争取倒出一半费用，协调军方减半，一半。比如讲，即摆2800嘛，对吧？是吧？2000，一家当偌济？2900吼，2900左右啦吼，减半，一半军方来拿，一半咱百姓拿。哦，从这个租金诶，使用费不是租金哦，使用费减半。这条钱我甲这个吴立伟，阮虽然协调，军方吸收这条租金，吸收这条租金，卖阁互百姓点啊，大家点啊烦恼吼。另外，有关追缴期限的问题，柯斯伯也同意协调相关单位，暂时按下追缴命令。关系到五年追缴的问题，因为这是炮库的特殊情形，所以100年才开放承租。哦，我严格要求五年追缴，19号的开会会当通过无追缴，拢无追缴，当时开始使用，当时开始。交使用费，哦，这第二项的决议还会使未？好不？有关地下水和防备线等问题，柯斯伯也表示会要求政府相关单位协助处理解决。记者余炳伟采访报道。